北大生物医学论坛自2000年首届论坛成功举办以来，现已成为北京大学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精品学术活动之一。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发展，到21世纪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方向，从预防艾滋病、关爱青少年，到走新医学模式，倡导三维健康，从关注跨学科研究，到拓展立体医学思维，从相约北大交流学术，到奥运健康和谐，北大生物医学论坛已经成长为北大校园的一朵奇葩，绽放出无限的生机和魅力。今年北大医学部研究生会将坚持一贯的高起点高品质的原则，鼎力打造第九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研究生会所有成员都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心血。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划和紧张有序的准备，第九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本届论坛将驻足医疗，关注民生，为您解读新时代下的医学使命与公众健康。作为医学生的我们，经常谈论着什么是科研，什么是公众健康，而院士眼中的科研与公众健康和我们心中的定义有何区别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科学院王奎院士、韩继生院士、中国工程院陆道培院士及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特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志峰教授作为嘉宾主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5月12日汶川遭遇的那场灾难，但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众志成城。为了加强应对灾难的能力和意识，本专场将邀请北医三院刘晓光副院长、北大医院王广发主任、武警总医院管小平护士长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郭延庆主任，针对自然灾害中的医疗救护提供全方位的讲解。做科研并不等于做实验，科学研究是对科学问题的探索和对科学假说的验证。我们从全体北医研究生的切身需要出发，特别邀请到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万友教授及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长汪南平教授，带给大家最基础、最实用并能开拓科研思维的精彩讲座。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名言。然而，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我们有幸请到协和医学院陈元芳教授、肿瘤医院顾进副院长、河北医三院汪涛主任，向大家讲述其精彩的从医之路，分享他们数十载宝贵的临床经验和感人至深的故事。你是否仍记得富阳劣质奶粉、致癌香蕉、苏丹红事件？你是否仍对三聚氰胺事件而胆战心惊？面对接踵而至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院长及胡晓松教授、中国 CDC 吴永明主任、北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张玉梅副教授，对我国目前食品卫生安全的现状、政策及前景进行深入的剖析。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心理负担也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失落和困惑呢？我们有幸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杨凤池主任、北医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徐振梅主任及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江荣环副主任医师，为大家指点迷津。
学论坛举行。我曾经过去参加过一届，也做过一次关于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报告。我觉得像这样的论坛还是对研究生的培养，对扩大这个研究生的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祝第九届百大生物医学论坛举办圆满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来讨论这么多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关于这个民生的问题，我觉得跟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关的。希望你们这个论坛呢，能够在这个转化医学，从临床医学来讲，就是怎么样 translation medicine， 怎么把基础医学的这个临床统计学的这样一些先进的技术，通过我们临床的研究生们、临床的科学家们来转化到临床的诊断治疗的提高上来。希望这些论坛呢能够办成一个更成功的一个大型的学术活动，那么在广大的师生当中能够发扬这个论坛的精神，为我们将来走向社会呢搭建一个桥梁。北大生物医学论坛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今年是第九次了。这个论坛是咱们北医医学部的研究生自己组织、自己策划的，而且内容非常丰富。我真心的希望它越办越好。我要飞得更高。第九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圆满成功。杭州地大学研究生会祝第九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会胜利到来，耶！医学和医学院研究生会祝第九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会预祝第九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圆满成功。